我是一个职业的摄影师，在你们眼中可能是一份舒服的工作，但是事实刚刚相反。作为专业的摄影师，由稳景到架设都是一个人的工作。每个摄影师都有份执着，拍一张漂亮的照片不是那么容易。为了取景，我们带着沉重的相机器材，需要攀山又要涉水，一张照片背后需要付出多少汗水，只有自己知道。无论风吹雨打，地动山摇，沿路以来都陪住我。有人说，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个成功的女人，而我就说，一个成功的摄影师背后一定有个出色的相机袋。当你孭上去的时候，就会发现你不是一个人。 Skin 和 Yacht